乖乖啊，干嘛？哎，你到上海来找哪一个啊？找我乡下隔壁头的阿姐。她住在什么地方？她住在我口袋里。嗯？哦，不是，我口袋里有地名，请老婆婆搞我看看啊。哦、哎喂，没得了，口袋里没得了吗？没得了，在你口袋里啊？怎么在我口袋里？口袋里没得，我在这块。杨氏铺二八五十号，杨氏铺二八五。跳皮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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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侬跳过皮包？啥人才能过皮包了？怎么？上海地方坏人多啊！你看见会戴帽子的要当心啊！哦，帽子戴歪不是好人。嗯。哦，我记住了。什么？哎。你找不到姐姐来找我啊？哦，谢谢你啊，老伯伯。记住了哦，杨氏铺二八五。哦，杨氏铺二八五，杨氏铺二八五。你妹妹叫谁呀？上天了。但是上海还要打扮打扮。打扮到屋里也好吃打扮。哎呀，箱子呢？箱子呢？啊，箱子呢？啊，箱子呢？在弄短命打扮了。警察！警察！警察！哎，兄弟，侬来了，我等侬上月嘞呀。等我啊？哪里搞得来个？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快说，对不起，不然他喊我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我包裹呢，我包裹不得了呀，我的包裹哎。哎，美国现在钱还没办过来，你把钱嘛？俺们去。哎，把钱把钱。打人！打人了！啊！行了，嘿，各位，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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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请我媳妇儿把他跑了。别打别动，不要生气。不是钱，不是钱，钱打人嘛。警察进来，我在那边报告嘛，下来。什么报告的？去。杨四姑，二八五哎。里头是人吗？我不是人啊。对不起，杨四姑在里头吧？杨四姑在外头。哦，杨师傅在外头啊，
那么里头是285啊？哦，大屁股屁到我里来。对不起，我想问个心。侬问啥人家？不是，我想找隔壁的阿姐。隔壁的阿姐没到隔壁去寻啊？不是乡下隔壁的。乡下没到乡下去寻啊？不是，他搬到上海来了。我哪能晓得侬啊？真是的。哎，老总，生意好歹吃出去吧。小丑，不你不是。哎，嘘，你不是姐姐吗？嗯，你是哪一个？我三毛哎。啊，你就是乡下三毛啊？哎。这么大了，哎，哎呦，三毛啊，姐姐，啊，不哭不哭不哭，三毛，哎，你怎么到上海来的？姐姐，我告诉你，我爹爹死的了，爹爹死了，房子给王老爷抢去，让我赶出来，我没得办法到上海来找你姐姐。那么你来找我什么事呢？说姐姐想想法子，让我在上海吓死你。哎呀，上海吓死也不容易。那么你除了我还有哪一个？除了你姐姐都死光了。好，就这个样子吧。哎，姐姐，我接来的。哦，那我在这个等你。好的，那你不哭啊？哦，不动啊？哦，我接来的啊。哦，老大，拿我龙家的，侬晓得外头个小囡寻啥人？好了好了，我侪听见了。哎呀，那么伊要到上海学生意，侬还有啥生意介绍伊学？叫我介绍伊学生意啊？我自家没学过生意嘛。那么哪能呢？叫伊回州去。嗯，人家好不容易从乡下到上海来，侬马上叫伊回州去，要是村里人讲起来，搿我还要点面子的呀。那么哪能弄法呢？啥办法？暂时搿搭留伊等两日，过两日再说。等了此地呀、啊，现在我自家没啥啥个等了此地寻死啊！哎呀，可总是我迷浪人了，老大啊，帮帮忙好不啦，老大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等两日等两日等两日了，那么我就叫伊进来啊！哎，老大，乡下小囡胆子小来些，等伊小进来，侬搿只面孔稍微活络点。嗯，对对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好来啦！好来的，哦。三毛啊、哎，把东西放下来。我不能放。什么事啊？放下来药没得了。家里不要紧的。哦。哎，三毛来、哎，我来给你介绍，叫声姐夫。啊，是的。是的。姐夫乡下我看见过的一个大块头嘛。去。哦。我现在轰出来一个了。哦，你轰过一个啦？哎呦喂！三毛啊。哎。叫声姐夫。姐夫啊。侬叫啥名字啊？我叫三毛。侬叫啥名字啊？小子，你喝了的嘛？水桶啦？没人。三毛啊？哎，你吃过东西不得？一天没吃东西。哎呀，不要误会了嘛。身上一个钱都没得。这个样子吧，里头有点稀饭，你吃再说啦。哦。来，给我来。好。你告诉我哪一哪？滚龙头！你往什么得死嘛？小赤佬！你歪戴帽子，靠不住。嗯。哟，小王当当，老早今是不是生意的是吧？一只小包裹呀，派不到啥用场的。哎呦，小王。进来胃口吃大的吗？哎，阿嫂，不是我胃口吃大，里向才是别家伙呀。哎，多少总归紧张两点了。侬不相信？葛么打开来看过明白喏。开门。进来。你姐姐。这东西都是我的嘛，是你的？哎，哪个哪来的？他哪来的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傻瓜子！哎，傻瓜子！放手！傻瓜子！放手！
是你的、啊、哎好了，东西再给送了，嗯，去叫他一声。嗯，石块头不能叫石块头的，嗯，是自己人，去叫他一声姐夫。哎呦，你混了，我也不晓得这个样子吧。哦，叫声亚叔。亚叔啊，小王，侬来得再好唔吧，俺能够帮帮我忙，介绍我弟弟去学生意。叫我介绍伊学生意啊？哎呀，哈哈，要么跟我这个么子去啊？不管要啥，只要让伊一个人混口饭吃，就么收在。阿嫂，不来是个呀，搿小赤佬眼头眼脑，自家个包裹也看不牢啊。哎呦，搿种闲话不要讲啊。像我刚到上海，侬可以对眼头眼脑，要是上海三年登过啊，也许比侬还活络。哎，搿倒说不定的。好，看阿嫂面了，我来教伊。好。三毛。哎，姐姐，你不是说我要吓死伊吗？哎，现在有了啊。这个亚叔他肯教你。亚叔肯教我啊。哦。亚叔，你叫我吓死伊啊？嗯。啊好。个小赤佬倒蛮活络个呢啊。灵个灵个。啊。哎，我问侬啊，这个位吧。哎。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小子不来这个。还有陪葬这个再搞搞伊。还要陪葬？不晓得伊跑得快吧？跑得快。什么事哦？姐夫，我跑得快吧？小赤佬跑得蛮快的。三毛，哎，我来教侬跑定功。什么叫定功啊？帽子就叫定功。哦，帽子叫定功啊？那鞋子叫弯弓了，可是裤子叫踏弓了，那是比清楚了。跑定弓，爪子要凉，爪子要凉。弓呢？红爪子，黑爪子。啊，不是的，爪子就是眼睛，眼睛叫爪子啊。嗯。那鼻子叫葡萄嘞，可是面孔叫耳高嘞。哎，小赤佬，侬面孔老开暖和点是吧？你们说的话我也不懂。这个就是切口。切口。跑定弓，跑黄包车，黄包车看见过吧？路上看见过的。一个坐，一个拉，对吧？哎。小王，装个羊子背看看，看好啊！哦，三毛，哎，看好了，哦，我来告侬啊，做你这个生意，定要紧，爪子要凉，看见车子对面过来，侬要跑得快，蹲到车子后头，定弓一打，看到自己了就放，马上就逃，看见吧？姐姐，就这样子拿一拿，哎，这样子一天好拿几百锭呢？嗯，好的，只要几锭。哦，哎。你要记住，最要紧就是爪子哦。哎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是不是啊？这爪子啊！哎呀，叫你拿帽子，哪会叫你拿爪子噻？要死了，我当心拿爪子了。哎呦，小东出了眼睛了，特别不能弄瞎他。拿帽子哎！哦，你要懂，拿帽子呢要拿值钱的。哦哦哦，你这帽子卖几块钱啊？哎，不能问的。不、哦，我也不晓得，你自己看吧。好、哦，哎，快快快，啊，快，坐下，坐下，快点。这生意我不要想，是抢人家东西的。不要想，这个生意给人家抓住要打死的。他妈！老大啊，话是难话，像我小囡刚到上海来，伊胆子小，妈妈叫伊吃个饭，哪能来事呢？阿姨在陪当地搞搞伊。跑定空嘛，还有哪能陪当呢？哎呀，老大帮帮忙着了。好，再想想办法看。小赤佬这面孔里头眼头眼脑不能够叫。来事不来事？哎，我倒有个办法了，叫搞地上好吧？嘿，三娃。哎，好了啊。现在又给你婚姻生意了啊！到你姐夫那块去啊！姐夫啊，只要不偷不抢，我都愿意想。要叫侬告地状啊？告状啊？哎，告你还是告他？告我啥去啊？嗯，又不是大公司。出卖头吧？另外一个生意啊，一个铺盖对你来啊。三毛，哎，跪下来，要磕头啊？不磕头，跪着不动。哦。这面孔要哭出乌啦，笑嘻嘻，
可出不来笑嘻嘻啊，就是可怜胆小。这个面孔哪能弄法子呢？试试看啊。搿能像孙悟空嘞，要苦一眼，还要苦啊？嗯。哦。好嘞，你是像猪八戒嘞。讲闲话，讲闲话。我又不会讲。我来教侬。哦。一只面孔要苦。苦。手要动。哦。看了啊。哦。智慧大如吃饭大桶子。还要吃点心的呢。智慧大三十。哦，三十啊。大如是老板。老板，老板。智慧老板，智慧老板，智慧先生，智慧七厂，我是从苏北到上海，我是从苏北到上海，三天没有吃饭，刚刚吃过，不能说的，不要讲三天没有吃饭，三天没有吃饭，有人人君子，人人君子，做做好事，救一命，身上七只骆驼，七斤粪土，七斤粪土，有人来了，跟着你呀，要哭，哭啊，哭，哈哈，上刀，我里都不能喝出。老爸爸，侬看看小囡苦恼吧，从苏北到上海来，来人清军的，要是寻不到流落了上海，非要做小瘪三嘛。这小娃是可怜相了哦。是呀，小弟弟，侬几日天没吃啊？哦，三日。三日。三日不吃，不要饿出毛病来嘛。不晓得哪能，我看见个小囡，我心里还会难过的。哎，来吧。哎，小弟弟，真不巧，我铜钿呢也没带多，搿个一眼眼也不能够拨侬当路费，只能够让侬买回做吃吃的啊，侬个奴吧。我那没钞票了，当头钞票是批后手。我那做一万钱拨侬啊，去做小生意，莫忘记。谢谢位老爸爸，谢谢老爸爸。唔过唔过呀，老爸爸真是菩萨心肠。那好，扶侬命中去走暗中来啊，扶侬一分万里啊。啊！那是啥题？我来给他看。叫侬买个米呢？米没去买。没买，搿么铜钿呢？铜钿呀，因为个小囡苦恼，我不至于做出好事的。我晓得。侬一定搓麻将输出了，对伐？哎呀，冤枉！侬要不三天问问老伯伯呢？老伯伯亲眼看见我不个，老伯伯是伐？哦，侬那个女人死骨头，不打死侬，侬不认得。哎呀，老伯伯，老伯伯，侬听听话，老伯伯，老伯伯，我冤枉了，老伯伯，老伯伯，我冤枉老伯伯。哎呀，伯伯，好吗？好了吗？没好嘞。好嘞，好嘞。现在好了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我错，好嘞，我错。好嘞，那去啊！好嘞，好嘞，老爸爸，老爸爸，侬救救我嘛！好嘞，好嘞，那去，那去，好嘞，那去，老爸爸，我有话。好嘞，好嘞，老爸爸，这么好吗？那这么好呢？这么好就去。啊，走。好嘞，好嘞，差点上当，我做来几个人，是吧？我那钞票没来，搿只我万贵了。我一问你工作来了干了啦，可是咋吃什么咋都怎么咋日子？哎，老婆婆，说到了，你可是钱没得啦？钞票是是这个，找我弄钞票找侬兄弟。你要当心哎，你刚刚在这个地方把人家拿得起来，小小哎，不能走哎，找到了，你走这个走碰到了你要没得了，可小伙计好了，小小老，不要洗了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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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毛，哎，过来啊。姐姐，那个老头子人呢？老伯伯走了。走了。哎，好好，拿出来。是你啊？咦，就是我刚才把你的钱。哦，在这块。好的。哎，还有呢。老伯伯给的。哎。哦。哎，还有呢。还有啊。哦。
杨子铺285。哎，不是的，就是我刚才把那个小包我还得了。要死你，要死啊你！要吃了，要吃了，当吃了吗？小八仙啊，你怎么到上海来的了？老婆婆，我乡下家里人都死光了。哎呀，上海的地方沾要沾亲，住要住亲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到上海找个姐姐，他们叫我偷东西抢东西，我不愿意下，他们把我赶出来了。可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打算要嫁去。可我一般到哪一个家里去呢？到你家里头去。一年轻人不能带，怎么一带就带到我身上来了？像你没得人了，一个人都没得了。这个事情真的啊？哎。哦。哎，我是老朱啊，你翻门槛不要翻到我身上来啊。我不会的。以我们大家同乡。看你年纪轻轻，可怜巴巴，就到了上海不要饿死嘛！啊，别难过，别难过。要是实在没得办法，我看这样子吧，到我摊子上去想帮我租租，有什么吃什么，混一天算一天。你看今天，那再好都没得了呀。不不不，你做什么生意的？我是做小生意。哦哦，卖皮包的。嗯，我是剃头的。剃头啊？哎哎，这个生意我欢喜下。怎么你欢喜下这个生意啊？嗯，那看你自干了。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吃出来混口饭吃吃，倒还可以呢。我只要有口饭吃吃，我心里就开心了。那就看你自个聪明不聪明了。那么，伯伯，我给你做徒弟，你做我师傅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不蛮好的。哎，不不不，师傅，我搞你磕头了。这，师傅，我搞你磕头了。师傅啊，你身体好啊？哎呦，你这个嘴都蛮甜的嘛。哎，身体蛮好，蛮好，蛮好，蛮好。师傅，哎，你今天怎么会走这个地方走的？咦，我刚才出包哎。哦，现在回包了。这个没得回包的，出包了就嫁去了。师傅跟你一道嫁去。哎，我回去跟我女人商量商量。哦，这个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走走走。啊，师傅啊，我来帮你拿。我千万讲我自个拿。爸，我来拿。你们不要讲，我放我，我来拿。我真的我来拿。到头的眉球一点都生不扬，因为淹死了，淹得要命哦。三毛呢？三毛啊，小鬼上哪头去了？哎喂，三毛哎，三毛啊，三毛哎，小鬼嫁去了，小鬼三妹嫁去了，小鬼喽嫁去了，不谈，三毛啊，哎。我喊了半天，你没得听见啊？我陪小盖摘了饼碗，四过来洗炉子。我手上没得空哎，没得空你就不洗啦？要洗的，洗没洗啥？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慌死了！哎呦那个思想，哎呦！我喂喂鸭子，这个汤是小盖吃的啊？我也不要吃了，白菜这块。这块是哪块啊？这块是嘴啊。
最是甜的咸的吃得出的啊。甜的。哦，甜的吧。他们总归甜的。看着这个嘴有多甜哦。快点把炉子掀得扬的。哦。哎，老伯伯，老伯伯，大清老早你在门口喊我，这个王杰是王杰，把我们老板娘听见，搞你吵嘴的哟。哎呀，你一个生意出门就要喊我呀，我。哎，老伯伯，请你跳在边上好吧？那么小凯、小廖呢，让我顶给歇歇好吧？我也不是小凯，小凯在背心上啊。老伯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老板娘凶的不得了，你去打听纸老虎，没得一个人不晓得。搞人家吵起嘴来，这个林一凤啊，最像庙里头的杀神。好啊，背后一点嘛，我吃老虎了啊！哦，生你让吃老虎的，这个死鬼胆子一路别大了啊！谁又在吃老虎啊？我，有句老话的，老鹰吃小鸡，有钱人吃穷人。哦，师娘，吃吃你这个瞎生意，这是天公地道。阿叔不好骂你的啊，骂也好骂，吃也好吃，你吃吃都拉倒了。我也不来吃，我也不来骂，我叫你个师傅出来问问你看，小路这个娘的呀、啊。师娘哎，哎呀，哎呀，什么事哇啦哇啦的？什么事哇啦哇啦的？这个小鬼、啊、你顾不顾他啥？顾什么呀？人家家里嘛收的好土地，能做事情。就是你收的那个土地啊，知道别痛的很。哎呦，烦死了！怪不得人家说你吃老虎。好啊，人家骂我吃老虎，你骂我吃老虎啊！我骂你这个死鬼！你这个吃老虎！你这个死鬼！你这个吃老虎！你这个死鬼！你这个吃老虎！你这个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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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别不要吵了，难听了不啦？你倒讲话的听你说说看看，我讲话这个死人多头鬼呀，他得一天好日子过。还骂我吃老虎，你到平平里看讲成空话的，两个都不是东西，是不是东西？我讲骂你听，什么事情我也不晓得。这个女人吵到现在，那么十三弟，十三弟啊，非但十三弟，还外加个吃老虎呢，要死了算了头啊！就是句话的，你骂他吃老虎十三弟，他一骂你十五鬼，十五鬼骂吃老虎，吃老虎骂十五鬼，你们这家人家还搞得好吧？搞不好了，一天到晚瓜子吵吵吵，吵你们大头鬼啊！你该来当我做什么呀？不是，我想劝你们大家不要吵了。我们两个人为哪一个吵啊？我也不晓得。为你个讨债鬼耶！你怎么弄到我头上来了？对呀，要师傅哎，师傅哎，不好了，激动，啊，地震，地震打死人了！好啊，我一击都没打到你，已经打死人了。你好好就站住呗，把我打两下子。大清老早不打两击，我要出眉头。不打要出眉头啊？马上给你打。师娘，请你把小凯抱一抱。做什么呀？不是打我不要紧的，本该打在小凯身上。我对不起小凯，小凯小，不吃饭不懂事，你们两个人吃饭的。妹，别乱打，我有地方给你打。好的。妹，就这个一句。就是我背后夹子来的。你要打吗？哎呀，把打命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做工倒蛮好的。碰也没碰到呢，你当我滚，真的滚呐、啊！我不管，你再进来把你腿打断。来啊，箱子抱开，我来打。把箱子喝了。哦，嗯，你个死鬼啊！我们夫妻两个人就是为了你吵，这，去去去去。哎呦呵，走走走走，哦呵。来来，爹爹跟你说说啊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说了漂亮一点啊、哦！哎，西昌，那个米红都卖熟了嘛？乖娘，这是……哎呦，小路子妈妈，又通家了！什么？哎，老乡，干什么哭啊？心里伤心哭，伤心不伤心？我什么事啊哭啊？我发誓啊！哦，我晓得了。你晓得什么？你得晓得偷懒，给你师傅看见打了是不是？一天做到晚，我还偷懒啊？说话牙齿发作气。管着呢，这一带地方是我管的地方，我不许你哭，哭要归你管。
什么什么？你晓得我是什么？那么你晓得我是什么？啊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个什么？我是警察。警察来几个钱一斤啊？251。去你的！不许过！泼自己的眼泪水，管你什么事啊？警察，什么东西都能管，你的口，我也能管。那么照你讲，样样要管啊！我们的饭钱你管不管？不，这我不管。不管我就要哭。你要哭啊？你在这什么地方去啊？警察局。警察局啊？啊，邮政局不去。哎，不去。哎，不去那里就不许哭。不许哭啊？嗯。那你就哭去，我就不哭了。上回剃头去哪里？闺女娘的。哎，老伯。哎哎哎，大哥，一空啊，一空一空一空，请请请请请。三毛，三毛。买皮草去，请呢？我你是你哪里？你去下皮草？哎，我来去买皮草本嘛。又涨价了？是啊，涨多少啊？涨二成呢。哎呦喂，不得命喽！谁呢？谁有了？没得了，抛弃我也不晓得。哎喂，老板，我这个头还是新家的，还是老家的啊？送新家钱啊？上卡上了我头上了。我也没得办法哎，250哟。哎，老板，干什么？侬下了几窑了？现在一切好了。哎呀，今朝只买一包呀。万一就把个侬等我赶回他吧。干他嘛！哎，真的。哎，别急别急，今天只有100好用命，后头没有了。走，跟着去。开水又涨价了，涨多少？涨二成啊！哎呦喂，贵贵不得了喽！哎，老板，又涨到我头上来了。先生，我实在没得办法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提了别提了啊！哦，要再提我去，我还同意到激光跑来买。哎，我就不要拿去的。哎哎，小英啊，你什么事况？三毛阿哥，哎，今朝我不好转去了。怎么了？一粒米也没卡上。哎呀，你怎么干得过他们呢？等一下转去要把盒子打湿掉了。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我干到两升米，你拿去。我不要。拿去好了。侬卡上的米，我哪能可以要呢？拿这个老板娘凶得来像吃老虎一样的。妹妹叫侬米没，还要吃三碗的。不要紧啊，我还是生活吃惯的啊。不可以，过你一人一生，一人一生。我过你一人一生，大家不吃生。做生意，做生意啊，做生意啊，倒过去，倒过去，什么倒过去，倒过去的呀、啊？不是，四娘，今天米没有割到，小英倒割到两升，她说买升给我们，她说倒的太少了，还要倒，小英不少了。还少六块就够了。你是犯冲的，干点米都干不来的啊，还不是人搞的？钞票，钞票，钞票，是你钞票啊？哦，是四娘，我每一升米，两升钱交给他的，他现在还我一升钱，正好。四娘应当谢谢人家。还谢谢人家呢？小爷谢谢你啊！谢谢侬哦。小路是爹爹，小爷这姑娘倒蛮好的。给接到了两升米啊，还让一只帮忙呢。小英，谢谢侬。谢谢侬啊。谢谢侬。看你多疯哦，给点米都给不来的。你呀、啊，好好的供供他。
哎呦，好意思哭出来的噻！来了几个月，什么事情做不来？你不叫我，我怎么会呢？我家田林长，我哪会亲自叫你？你嘴不要凶。现在有空，我马上就来叫，马上叫，马上叫会。要是叫了不会，我甩起那个嘴巴子，我把你牙齿打了掉好了。你放心，下不会不要你师傅打了，我自己把牙齿拔下来交给你。你讲话倒蛮客气的啊。你来的时候你讲过没讲过啊？像我们这个剃头生意不简单，不是三天五里就成功了。一年半载的苦功好好叫练，我记得每个人冬瓜南瓜叫你练，你什么事不练呀、啊？我没得空，你叫我怎么练法子呢？哎喂，你一天到晚忙的什么事情哦、啊？早上起来买菜洗菜淘米烧饭，背小盖抖裙子偷工具，空下来还要替你们洗衣裳，你叫我怎么有空呢、啊？有忙死了，你要想办法呢。那你没得功夫，你们晚上练，晚上好练啊，练到个三四点钟睡觉，天亮五点钟起来，不是蛮好吗？三四点钟睡觉，五点钟就起来啊！我又不是抽虫。你来下生意来做老爷来的啊？转过来哦。像我们这个生意要胆大心细，胆子大心要细，不慌不忙哦，要笃笃定定。店里有生活，和尚头就归你剃。哦哦。拿了刀做生活，上根一刀就是一刀，上根一刀就过门，又不是杀鸡。转过来哦。像我们这个生意，站有站相，立有立相。有一定的规矩，咱要咱的有功夫，还要功夫啊？没得功夫就行了嘛。哦，样子要咱公子色，个公子色要挺胸削肚子，胸要往前头挺。哎，肚子往里头缩。哟，冲死了！手要练得箩筐色。箩筐什么东西啊？箩筐嘛是个圆的，哦，肩膀高，手要平。滴哩滚圆的。滴哩滚圆，你搓把子是吧？我看看圆不圆、啊。你不要摸在身上。手架子要活络，手架子倒要活络啊！靠手艺吃饭嘛。哦，你的手这样看好样子。你，啊一位，赵样子来了看，马上就来啊！马上就来。站有站相，立有立相，站要站出功夫。嗯。要站你要有一种关公式。哪会什么关公式啊？公子式。个公子式，胸要往前头挺。对。这叫挺胸吃肚子，吃哪个肚子啊？你才这样说的。吃肚子开销太大嘞，削肚子。削肚子，手要箩筐噻。哎呦，像机甲子哦。你的手拿箩筐，哪样朝底下的噻？哦。肩膀高，手要平。平。胸要往前头挺。腿呢？站在这。你屁股翘得太高了。腿呢？站在。屁股呢？太高。腿呢？站在。屁股呢？哎，那个。肩膀高，手要平，胸要往前头挺，胸要挺啊！啊、嗯！哦，哎呦喂！我管你有难过是吧？没得难过哎，没得难过，你冲过来什么事啊？你叫我往前头冲嘛！你腿要站着呢！哦，死过来哦！店里生意忙的时候，有客人来，我来不及招待。你看你客人，你怎么样子招待法子？招待客人我会的。听听看，先生对不起啊，今天客满，明日清早。滚你嘛！那个蛋，生意都把你回头光嘞。那么里头没得空嘛？你看你哪一家剃头店进了客满，明了清早啊？剃头店没得客满，做生意的门槛哎。哦。哎，先生，有空有空，你先去找啊。一到里头实在没得空啊，拖个凳子，一杯茶，一根香烟。这位现在等不及要走啊，难为情嘞。香烟吃过，茶也吃过了。啊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嘛，这个生意就淡走了噻。他真的要走嘛？再弄一颗点心把他吃吃。哪块这么有的钱噻？哦，剃头店里还能吃点心呢？那要不走嘛，这个生意就搭住了。做生意的门槛，客人不来便罢，要来呢，一个不给他们走，来一个带狗，他们犯法了。好，现在我来便帮你看看，有客人来怎么样子招待，怎么样做法子？你看我的样子，哦，到会我当然就来问你。那么照你师傅的样子啊？嗯。哦，要等客人来呢。哎。哦。客人几点钟来啊？我哪能晓得呢？我不来嘛。事情是糊了点，没得可能迷信。可能我做一遍帮你看看好了。我做客人啊？不能做啊。哦。啥的？客人哎、啊，客人嘛外头来，你跑到里头去。啊！啥的了？不是你要打我啊？哎，现在你是客人哎，我都。招待你耶！哦，
先生还是一位是吧？哎，一位，还有六位没来了。一到来有空嘞。哦哦，李家先生啊，李家先生，坐，来坐，来坐哈。雷叔到。先生，请侬吃饭坐。哎，吃饭坐。老上。吃根香烟，啊，吃根香烟，拉撒拉撒。你吃得来吃不来？我你吃不来不糟蹋呀，是不是？先生，请侬看张报纸啊。啥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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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又不识字哎。你把它吃给都没得用，死人哎，辈子靠嘴哟。侬位先生，面孔倒蛮熟的嘛。哎，我这个脸烧过了。这个做生意的敷衍。哦。侬位先生，面孔倒蛮熟的。哎，敷衍啊。侬位先生，蛮忙啊。哎，没得事。没。今朝个天气倒蛮暖热的。中上风。那哪能噶巧的啦？不是上风嘛。我管你上风了。先生，侬还是住在此地隔壁是吧？不，我住在曹家渡到底呢。哎呦，路倒蛮远的啊。哎，到这块来花四部电车呢。哦，侬一定有眼事体来的。算是王八蛋有事情。没事体啊。地位来剃头的。哦，地位来剃头的。哎哎。哎，这个可不是老资格嘞。头一趟啊。对。哦，大概老资格介绍是吧？对，就是那个王家里。哦，一个大块头王先生哎。他瘦瘦的。我晓得瘦瘦的蛮长的。哎，后头。我管你马蛋。毛巾戴在肩膀上，纽子要解开来。哦，做生意的规矩。哦，毛巾大回头。哦，这样一来了，做起生活来多头发就不到头颈里。嗯，叫生意虽小，要早带走到。哎喂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一点事嘛，但你打我个嘴巴子。我几次打过你嘴巴子？我这个耳朵听见呱嗒。我做生活受伤哎。受伤啊？我说怎么不疼的呢？哎，侬位先生，侬看看我抬头上呀，嗯，我大人家出来的，哪一家？爆玫瑰。哦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刮到把你吓的。哎呀，这个做生活得点做工哎。哦，这样一抖了，动头发就没得了，那个客人看见无形，下回生意就得住了。哦。你看什么东西？把你遮住了。根本你好拿出来的。侬位先生，不是找侬原来样子，不是去欣赏，欣赏，欣赏是吧？侬现在这个头型嘛，一头做生活了，一头叫干苗头了。看看这位先生什么头型，长的动寡音，带点圆音就是男寡音，见什么头型要剃什么头，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道理，只敢记住。哦，长的动寡，圆的男寡。话不要太多。做生活之前，把客人脸上的表情看一看。哦，天气不好啊，做生活要巴结，上来黄背景一样。这位先生满意的多来两下子，这位先生不满意少来，做生意要随众客宾。哦，做起生活来，手上要有劲。有劲我吃不消。别动。要黄背景，这位兄要听好的，得住啊！得住了。得住啊！得住了。哎，这个蛮好的，朝底下靠啊。好。你倒蛮舒服的。咋晚上睡着两个钟头？我管你睡两个钟头呀！找我这个样子来了看。哦。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。喂，弄弄干净。哎，有空吗？一共一共马上好。现在几位啊？一位。还有六位。我哪会有六位噻？先生刚刚来啊，刚刚来。先生你饭吃了？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好，先生你自己来的啊？先生你要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我要什么东西啊？先生请你吃杯茶。那做生意倒蛮客气的。是的，一客气嘛生意得做了。哎呦，这个话听了人家不无情。得了不得了，自甘有数哎！哎，嘴里讲啥么子了？不是香烟。
拿到那个手上的。现在吃根烟。吃不来。吃一根。不会吃呀。不吃你要走吧？我到哪块去啊走？现在看包。四张被子打碎了。我拿住了。你当我茶几是吧？拿毛巾。哎呀，先生。啊。你这个脸熟嘞。哦，我是在隔壁啊。哦，怪不得不大看见你。哎，废话。现在这两天天气啊，天气恶湿嘞，恶湿就是难过哎，剃剃头稍微清爽一点。那一剃头嘛，一个人好像好过一点。哪生意好呀？你看看我们店小，我们一天要剃五六十个人呢。做生意火气生财啊！一客气都来了。是这个。你先生家头一次，你下回来坐下来不开口，我就晓得你剃什么头。喂！啊，你说啥？该牛子哎。哎呀，该一颗牛子哎，我来剃头不来洗澡哎，脱衣裳什么事情的？该一颗好了。哎呀，真。先生，你放心，剃出来头和大人家一色一样的。哪能啦？我们师傅就是大人家出来的。啥人家？上海剥玫瑰。听见过。侬呢？天津五家皮。我吃老酒来的。先生，做工来。不要喊了，你自个记住，叽里咕噜讲什么东西？眼睛，哎呦，死磕了，你不看你是吧？把你吓吓昏了。哎喂。先生，你头不要动好吧？哎呦，我这个练功夫嘛拉倒嘞！哎呀，那你是啥体啦？看看表情啊！你抽到那个脸上了是不是？稍微看一看好嘞。哦。这个本事不练就行了嘛，多练不吃亏，要跑得匀了。质量还是不错。你有神经是吧？手上没得劲啊！得住了。得住了。哎喂！什么事的呀？你好黄背景哎！黄背景在后头，人家在前头了，什么事情啊？我等下再来问你。哎呦，啊！现在剃什么头啊？留起来！留起来，四面修得的，他的范志林搞你吹一吹好啊！话都讲得对，样子来帮我看看。样子你放心好了，我看看你什么头型啊？剃得不当我头嘛拉倒了，你什么事？我看不懂啊，难怪。这个讨债鬼，大概的意思哎，弄得像小菜场这样子，老子就老子就。好，搬了，你现在把我胡子剪了，修得好没得话讲，修得不好一刀给我顺当。现在修胡子啊？哎，哦。胡子修新色的老色的，修胡子没什么新色老色的，剃光了算数哎。哦。这哪能道理弄？你烫肥皂哎！你这个烫皮皂是给我都去去嘛？开个眼睛。哦。哎呦，你是过来擦皮鞋，擦到我的鼻子奔汤的，你看，还好。
相，立有立相，不慌不忙，上去一刀。哎呦，皮皮破了嘛？不会的。哎，他的他的评价，秋胡子气他妈评价七高八高的对吧？哦。哎，这个做了我身上，我哪能接得下呢？你还是修胡子还是白胡子啊？这个刀不敢剃，我就看你的刀怎么剃法子。这刀剃的不好要割开的。我不割开。你没懂。哎喂，你不得了，是个坏猪头不得了。哎，你这个下地里是吧？这个地方顶难听了，难听！你怎么会长在这个地方的？你叫我长到哪块去啊？要找那个板子，不板看不见，不好，挖洞哎！哎呀，我不会。哎，我气呀！米米夹不着，三人吹三人吹叫不着，你还不去叫锤子响？啊，你还不去啊？三人走。等我。吴先生，来，上里头来坐下子噻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哎，你真客气嘛。哎，坐下坐下，当心啊，当心，当心，当心，慢慢叫。老板娘，生意好不好啦？不好啊！我家嘛天天上，生意难做啊！哎呀，不家咱嘛生意只有好做啊！吴先生，你在开玩笑喽？不是开玩笑啊！不家一张两个投机生意的朋友，都心慌不定，是都要叫我亲口说明啦！哎，吴先生啊，啊，你是好哎！我们不好啊！这个了，这个了，人穷了，你这个头发就长不出来了。哎喂，哎喂，师傅喂，师娘，搞笑给听。是不是老板打牙孙子啊？哎呦，吴先生，我一个下徒弟气死的，我叫没得地方，有地方我叫他出送。哦，哎，那么你送把我啊？我要的，一方面嘛，不是不是我，一方面嘛，爹娘你想帮我收拾收拾啊？吴先生啊，哎，你要问我一句话。好的。三毛啊，三毛哎，师娘，现在啊，我们把你介绍到吴先生店里去下手一天。这个吴先生啊，嗯，不行啊，下到后来眼睛要瞎掉的。啊，哪个哪个说我瞎子啊？是不是你们这些牙孙子啊？哼，上海哪一个不晓得我？就是这里的警察局长。随便拉你几个大的公公里看见了我，也要客客气气叫我一声吴先生。这个小鬼的胆子倒是大起来。没有说什么啊，没有说什么。先生，先生，三轮车叫好了。哦，老板，那么我起来啊，等一下你叫三毛皮带铺盖拿到我店里头来，不要忘记哦。三毛啊，铺盖拿去。三毛，我家天天长，师傅摊头上生意有情，我实在养不活你。你到吴先生店里下生意去吧。师傅哎。怎么也哭了？侬不要哭嘞，侬不要哭嘞。什么事啊？哈子先生，不许我和侬两家头讲闲话，再要讲闲话，要拿火来烧死我了。哈哈哈！三太太，小意思，不好说说的，你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哎，三太太，
就是二百两土地事体，你陪同局长谈过啊？啊，局长答应帮忙了。哎，搿是好极了，好极了，谢谢你哦。哎，好的，我今朝等歇一定来。三太太，炒麻将是我顶高兴啊！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来，一定来，一定来。啊，好，谢谢位啊。臭瞎子，死瞎子！你还有我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会烫成你这个样子啊？昨日夜里，我鸦片稍微装了慢一眼了，伊人拿烟签子来烫我了。死瞎子！你不要哭，慢慢的有机会，我替你出出气。小雨，我同你讲话语，你一句都没有了啊！你同三毛话语来得个多嘛？我顿时问你，好起来。我说师傅，你当心啊！你这个小鬼多少刁我了，碰个碰着来跟我找我当心啊！我没有碰着的辰光，你为啥道理不叫我当心啊？你不碰到我，管着你当心，什么用场呢？这句话又倒不错。小英，哎，啥地心去？哦，三宝，哎，小菜有没买来啊？买家来了。哦，啥个小菜啊？你不是管着要吃蹄膀带夹枣吗？在这块呢。你预备红烧烧是八多多啊？红烧八多随便你，你就是欢喜吃剩的，你吃好了。这句话又伊拉还等我啊？嗯，本事倒没有一位啊。等师傅的本事都不错嘛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一生之中所收入，嗯，我来问你，你到这里来到底要本事来的，你还是来等师傅来的？你算，你为啥道理不算？嗯，讲啊，啊，嗯，啥道理不讲啊？啊，嗯，啊，我非要你讲不可。人家在这块讲什么东西呢？你看看你这个小鬼，刁我不刁我？调到这里来嘛，老早好跟我找我嘞。我想等你买好了再关照你啊。哦，你要明白，做药生子不是容易的事体，叫做师傅便当，做药生子万难，你晓得不晓得？那么下回我做师傅好了。哦，你还想做师傅啊？我磨的师可是好做师傅了。哈哈，你要想磨师啊，磨师的人还要多一点嘞。那我也是做药生子出身。啥道理？我做药生子的辰光，师傅还得讲欢喜我呢。师傅，要么你眼睛瞎得好看。啊？瞎子为啥瞎得好看了，瞎得难看了？那么你们师傅怎么这么欢喜你呢？哎，有道理的。啊，虽然我做药生子的辰光，眼睛已经瞎了，瞎得聪明。哦，瞎聪明。八样事体会得八秒头，会得随机应变，猜上去。师傅这个不要欢喜我。那么从今天起，我一干你苗头，一抽上来，你欢喜我了。你想干苗头呀？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干皮蛋干苗头了。哎呦，哎，师傅干出来了，你要有水了，我送你到河边上去。哪个要有水了？你这个手在这个滑吗？要死不要死！我那还聊依然工了，说我要有水来了，你看笨不笨？那么头一趟割苗头，总归有点方便的。哦，你割东西都没有办法。再割，再割，割平蛋，割苗头。嗯。倒倒倒，来米来米，烧来烧米来，来烧米来。你啥开心了？你啥开心了？我问你啊！你叫我割苗头嘛，我割的蛮对嘛。你那还割啥个苗头？你搭风琴嘛，我唱过哎。哪个人还搭风琴啊？你不是手在这块搭吗？要死啊！我那还摸着脸盆了，说我搭风琴了，你想想看。摸面盆啊？哎，没有拿出来，你摸的什么东西呢？你笨不笨？每天洗脸洗光的吧，用不得光照，老早好露出来了。那么我想你难办不洗脸不要紧的，晓得吧？啊，跟你今朝中饭也不要吃了没？啊，饭不吃肚子不要饿的啊，脸不洗不要饿出的啊。往事你也看不见的。哦，这个小鬼倒是刁我的呀、啊！啊，好起来啊！是吧？请你洗脸啊。啥事体？当一记呀、啊？你等一记嘛，我照顾你师傅啊。哦。你师傅嘛眼睛看不见的，我假使轻轻叫摆这块，你有的要等的。这样子一来嘛，大家晓得。什么东西啊？一瓶哎，这不是晓得了吗？啊，好好好好，嗯，好。什么？
我告诉你啊，今朝生意叫过好，等一些王太太、陆小姐都要来了，下半日我还到金叉桥赵局长公馆里头去，好上门口去挂块牌子，暂定一天，不要忘记啊。晓得了。嗯。那块老牌子挂出去了。嗯。就是家有丧事，暂停一天。嗯、啊。家有要事。杨子青山边。先吃点心。跑过来啊！小英。我来敲大腿。我去烧饭去了。来不及了，刚做烧饭出门说明气了，是的，我来个凑巧啊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哎哎，师傅，这是个什么事啊？去，到里来去，到里来去。啊啊！哎，师傅，我告诉你，嗯，这个王太太好看嘞，像月份牌上一样的，像月份牌上一样的。切，到里来切。师傅进去了。切。王太太，你今早还是来说明来的，你还是来办白事来的呀？啊？啊，吴先生啊，我今天又要来说明，又要办白事。哦，好的。啊，吴先生，不瞒你说啊，这个了，我家一个男人死一个。家两个死一双，这个有个种事体的呀、啊，伤心啊！啊那么现在呢，倒有一个男朋友，哎、他想跟我结婚。嗯那么我不晓得我们两个人的命啊，拼得起来，拼不起来。所以今天特地来请你吴先生跟我们来拼拼命看。好的呀，王太太。哎。那么你今年青春多少了？哇、啊。今年24岁，几月的生日啊？6月初6，三个时辰呢？卯时。好的，我仔仔细细帮你算一算看啊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戌酉申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辰癸戌壬癸戌壬癸。怎么还有个戌壬癸呢？哎，
不是这个吸人鬼呀、啊，吸是神是鬼是三个是人并在一道么技巧吸人鬼。哦，我还以为你叫我嫁给吸人鬼呢。哎呀，王太太，你要说笑话了。哎呦，王太太，你这个名凶得不得了啊！金木水火土，五阴不济呀、啊，叫缺木缺水。找你民工高头说起来是你要穿三条马不运啊！吴先生啊，这话是真的啊！哎，伤心啊！王太太，哎，你不要伤心哦！啊，我再把你仔仔细细想想办法，说一说看哦。好的。喂，王太太，哎，可么你这个朋友今年几岁呢？我的朋友啊，哎，18岁。18岁啊？嗯。哪里人啊？山东人。哎呀，王太太。找你民工高头说起来，年纪要加得大啊，顶好要加毛50岁，而且要带点残疾。哦，山东人不能加，嗯，你要加不了南方人，那么可以白头到老是百年好合。王太太，哎，下次的话语要听点哦，啊，我要不听你不会来了。对呀、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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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、啊。哎呀，要加给毛50岁，哎哎哎哎哎，要带一点。残疾，这种人到什么地方去找呢？这个不翻开眼光自己去寻咯。啊，吴先生啊，哎哎哎，你今年有几岁了？啥东西啊？你几岁啊？你问我今年几岁啊？哎，我48了。哎呀，毛五十嘛。哎哎哎，这个了，这个了。又是一个瞎子。哎，可惜我命苦呀。啥道理啦？啊，你已经有点太太了啊。哎，不不不。王太太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太太是有的，前3个月已经死了嘞。死的啦？嗯。你不要骗我。个几多蛮结婚的嘛？啊？好好，吴先生啊，这个、啊、这个，这样子一看啊，哎哎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这个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吴先生难为情况，过来，这个意思个难为情。吴先生，你不要这样说。哦哟，个王太太，这个难看的，这个意思个难看的哦哟。哦哟，装都蛮装的嘛，啊？哦哟，好嘛，你这个臭瞎子啊，瞧起良家妇女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哎，是师傅，外头说什么事啊？那个去看看，那个那个有人啊，那个去看看。哎呦，师傅啊，一个山东先生，又长又大，好像是王太太的朋友啊。叫他出去。我不敢。叫他出去，叫他出去。跑出去。叫他出去，跑出去。你讲啥东西啊？小鬼，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这个。师傅，我敲个嘴巴子。跟我说打电话，报警察局，抓抓谁啊？臭瞎子啊！你还要抓人？我今天抓你！好起来！你这个小鬼哈，胆子特大！哎呦，少爷，跟我走！
劳动的养活自己，三毛阿哥，我们永远。